标题，我们来了三强社回归，迪丽热巴和关晓彤首次合作，我们来了是湖南卫视推出一个女明星体验生活的综艺节目，本名是叫偶像来了第二季，每一季都会邀请一些人气极高以及大咖级别的女明星，现如今已经播出了2季，收视率也蛮高的，观众十分喜欢。而最近有消息传出，我们来了第三季马上回归，而阵容更是令人期待。那么这次的大咖级别人物、人气极高的女明星又会是谁呢？唐嫣，实力派女演员，一直以来人气极高，特别是最近李罗晋的婚礼，更是令人十分羡慕。据传闻，在上一季的《我们来了》节目组就已经给唐嫣发送过邀请，只可惜当时的唐嫣没有空档，所以就没有参加。而今年的《我们来了》，据说唐嫣会参加。迪丽热巴今年的人气更加不用说了，除了电视剧作品出色登上各大杂志的封面，还拿了金鹰女神，这样可是名利双收了。相信迪丽热巴加入了《我们来了》的第三季，节目的收视率肯定是节节高升。作为星爷捧红的新女郎林允也会参加《我们来了》第三季的拍摄，当初稚嫩的她主演的周星驰的《美人鱼》一夜粉红，在这条路上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人品一直都备受质疑，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慢慢的成为了当红小花旦，演艺生涯也越来越好了，也收获到了不少的忠实粉丝。这次的参加，也许网友会对他更加刮目相看。而另一个人气女演员国民闺女关晓彤也会参加我们来了第三季的录制，迪丽热巴和关晓彤同一个综艺节目，有些吃瓜群众就不淡定了，首次合作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状况？而最后一位大咖级别的女明星是经典电视剧女演员李若彤，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作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要是真的参加我们来了第三季的